好，黄金时间不止在台北，持续往北来看看基隆。这是呢，国民党的候选人谢国梁今天再度跟前总统马英九合体扫街。那么大阵仗非常热闹，不过也让早市的摊贩生意受到影响。阿妹，行李开始擦掉了。你看下面你买卖，他俩没擦啦。哎呀，下面你买卖。基隆市长选情紧绷啊，马前总统三天呢两度到现场陪谢国梁来扫街，希望能够在倒数的前七天黄金周末冲出高人气。